1800年了，我们的族人从未放弃。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创世者的回归。你的出现亵渎了这里。三神器的后人，风暴已经降临，你阻止不了我。滚开，不然我就把你点着。不要妄图阻止我，否则你会知道什么叫湮灭。草剃金死了。